对啊，这是杀青嘛，那你怎么杀？啊，做这这种爱几啊工呢？三两工不离开。Un moustique est en train de manger de la banane. Mmh.啊、我这打电话拢无人接，你带个有啊？这个刚刚无。诶，油鸭翅，嘿。今麦只个台湾可能较无生意，拢去大陆咧做啊。啊，都无滴。你只卡手机号可以伫大陆。我们这个是被打雷打坏的。我们一打雷哈，电视啊、电脑全部都要关掉。嗯。上次连电话也打坏。那你要那个，你要装避雷针。避雷针像诶无效。我其实吼，伊毋是讲互雷控着，伊个雷吼。卡住周遭的时候，它那个瞬间电压会产生一个突破，对，啊，那个突破削一下，有人现在来上着来，有几下电阻的物件，对对对。啊，如果这样，应该是要从你的那个台电的电源里面去改善。啊，我电量太低了。以前电阻应该会使整那个防突破的。啊，你那是电脑啊，哈，电脑你就用稳压器。稳压器就可以了。阮遮还算好，因为那屏东阮这啊遐吼，电池已经靠歹几下代。对啊，即因为你即空旷嘛，啊，佫拢有午后雷阵雨啊，吓，几率就很高。是说几多年的？我是讲阮遮，你要方便较悬吼，要卡住阮的几率就较无，吓。我遮是上济卡歹电话尔。电池敢有讲一个月有通保养？无，阮这厚铁啊，毋是讲一般。一般载客量比较大吼。对啊，那个另外要有执照的。载客那个另外有申请执